你们这个要搅拌，用冷水，冷水就可以了，温水也是可以的，温水不能过热啊，不是开水，温度差不多40度以下吧，然后就到里面去搅拌，里面这样弄，还有，加了酵母粉以后，你就要开始拌。水加多少？水，我就这样看，我是看这个，我说没有，应该要看量，就是也是要用秤的。那我没有，刚才没有就没有，那我就这样拌。你这样看，哎，我这样子可以揉吗？可以揉面就可以揉，就觉得面团还是够多，你看那么多白面在里面，白粉在里面，你就再加点水，加到差不多这样子，所以我面粉还有留一点。万一太多水，我就在家里面。你不要这样子，拌起来差不多。你看这湿度，这是黏黏的，很湿，那就不能再加水。不够湿，再加点，面很多的话。我准备拌，所以我必须再洗个手，卫生第一。这下课了吗？这什么声音？吹哨子。也不对。对了，围墙警报器。这个先揉，揉到什么程度？揉到都不怎么黏了，然后就可以醒，醒差不多一个小时都可以，半小时以上。让它洗面，来，我忘记换一样东西，倒些，这是不洗成本，真的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过度发酵我知不知道？可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就吃这些酵母片做啤酒，啤酒花，那时候没有零食吃，爷爷就从。啤酒厂带了一些，吃，没有味道。有啊，很香啊，加糖了。有糖的。就这样子揉。我觉得太干了，赶快加一点点水在这下面，那不然的话你不加水，这样就很难揉，就很难揉进去。很香啊，本来可以做甜的更好吃，甜的不要了，不要多吃那么多糖，就不加了。切沙了，洗衣服，你看，用力。
正在加粉呢。他们有那个要加粉啊？为什么？他们还好啊，不是那么黏。他们黏手，就这种黏度最好。这样大家可以。你摸看这种黏，你看，很不错，还不会黏手，还不是那么干。像这样子哈，你就把它盖一布盖起来，让它醒半小时以上，让它膨胀，那再揉一次就可以那个成型，然后再醒个半小时和二十分钟。你就成型以后放一个，再给二十分钟再来蒸。揉越久越 Q， 坚固越。练这种柔软度啊，也好揉。这可以做肉包哎。可以。菜包。你这是水煎包。对，都可以。那水煎包不行，就是那个包子。韭菜盒子。主要盒子需要用这种，反正就做面粉就好，不用加那个酵母。昨天是阿环，那来，我就刚好正在揉。边做边揉边聊天，这样子，把这带走两颗，这时间上面大概要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两个半小时左右。好，这样子哈，就拿这个盖做料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盖起来，半小时以后再揉。可以看嘛，对八个，一边就四个。比这个还大一点。我一会儿出发去上海参加一个会，你陪我一块去。你们都是大师级的，我就不能瞎掺和。我就在家待着，好好学习，天天这样。先揉起来。再揉。就要揉成型，先把这气挤掉，空气挤。这样子，一个完，你要再二三十分钟，没，让它发酵，让它发起来一点。热水啊，水是让它热，是拉水，温温的，温比较好的。然后就放在这，对，好来，在30分钟以后，看它长大以后，就可以再开火来蒸。